吃吃鸡鼻。爸爸，这是阿斯。欢迎收看时时 TV。阿斯，这次我们圣诞节交换礼物的参加 YouTube 有谁呢？有妞妞，还有 Robby 猪兔啊，可乐农庄的小高叔叔，还有徐养阳爱唱歌。这次圣诞节交换礼物呢，方式是用抽签的，参加人我们会各抽一个好礼物跟一个坏礼物，等一下来开箱喽，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好礼物跟坏礼物。好。我们现在开箱 Robby 军团的坏坏礼物。我们角色 Robby 军团是我送我们的好礼物。Robby 是送我们好礼物哦，我讲错了。我们先一个一个介绍，最后再念卡片哦。吐司丝 TV， 这是 Melody 跟布丁的软软哦，看起来很疗愈，捏起来很舒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哦。啊，这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。喜欢 Melody。Melody， 对，真的有香香的。那你要闻闻看布丁口吗？好啊。香香的，你要捏捏看吗？我发现它的冰淇淋上面有那个颜色，你看，有粉红色耶，很可爱的。很舒服吗？很舒服。好，那你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吧。兔阿斯斯，这是 Robby 妈妈做的一条新围巾，要送给阿斯。冬天到了，希望你围着它，觉得会很温暖。这个可以一直绕啊，爸爸用。哦，我们家也有一个。对啊，我们也塞一下。乱塞。好。这是 freestyle， 好不好看？哇，好漂亮啊！谢谢 Robby 妈妈。吐司丝 TV， 这是咕哩口的甜筒饼干，很好吃哦，希望思思跟思爸都会喜欢哦。咦，这看起来很酷哎，可以吃，而且它有分，它有长男、次男跟三男。哇，好想吃，我要吃这个。小草给摄影师吃，来吃看。然后里面也有。好冷哦。花心小冰，鹿角鹿冰 ，very good， 好吃。吐司丝 TV， 知道阿斯很爱玩黏土，所以准备了冰淇淋黏土。PS， 一杯在家，他不能吃，所以都有连贯性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小布超人的耶，小布超人的，哇哦，有一些配件，还有黏土，还有紫色。我们来开始，我们来做一个紫色的马卡龙。那紫色缤纷马卡龙完成啦，这跟 Aoki 的也差不多啦。阿斯，你的冰淇淋店要开张了吗？要。哇，好多东西哦，还有甜甜圈呢，好丰富哦。看看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马卡龙。有免费冰淇淋，可以加马菲送一个。这么好，我买一个马卡龙，还有加马，免费送冰淇淋，这样吗？好哦，对，啊，是什么冰淇淋？然后一个甜筒吗？谢谢 Robby 军团。我们还有最后的卡片还没念哦。兔可爱的思思和帅气的思爸，我们都很喜欢看你们影片哦。圣诞节就要到了，我们准备了一些礼物，很多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礼物有吃有玩，还有穿的哦。Merry Christmas， Robby 军团，谢谢 Robby 爸爸、Robby 妈妈，还有 Robby 可爱的卡片。我们收到啦，接下来我们要开什么呢？阿斯，你觉得可爱吗？坏礼物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来开坏礼物啦，放哪吧？我们先念卡片好了，噔噔，卡片。然后这是养羊自己写的哦，我们看一下，你看养羊自己写的，可爱的字。Dear 思思，你介绍过好多次小心十环，好像很喜欢小心的屁屁，是吗？再送你小心屁屁泡泡机以及屎到碗里来，祝圣诞快乐，徐养阳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，蜡笔小心屁屁泡泡机，我们要来用一下。先玩蜡笔，就是还是说要先玩这个？玩大便，还有面条。我先来，开始。
这又和阿斯到大便掉碗里了，好、啊，再来一次。哎呦！然后旁边的，不能拿大便，臭臭！哦，好厉害！啊！到碗里了，蜡笔小新屁屁泡泡机，我们把泡泡水打开加进去。我要自己看电影。太搞笑了。这是一个好笑的礼物，谢谢喜羊羊，还是喜羊羊妈妈。这是我花礼物，很喜欢的，谢谢羊羊妈妈。还有谢谢羊羊。如果想看我们CCTV送给妞妞什么样的坏礼物，请记得到妞妞 TV 的频道去看哦。还有，我们也有送好礼物给羊羊哦。所以，如果要看我们送什么好礼物给徐羊羊的话，请记得到徐羊羊的频道去观看。Merry Christmas！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一个赞，同时要记得订阅我们，分享我们的影片给大家，得帮我们打开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哦。我们CCTV下次再见啦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，拜拜。